车骑那越野车。对啊，哎，反正让东海过来骑好了。所以、啊、我觉得每次要这样讲的时候，骑到一半就被弄爆了。他说不是我炸的，是系统误判。误判。哎、欸，他是好人，他是我的司机，不爽他，各种不爽。我现在整个是大愤青，有没有？大家什么都不爽，莫名其妙。你好高哦，呜、哦，压力在卖萌。到这边是缆车的地方，等级上升，江湖骗子。哦，到了，我们终于到了那个缆车的地方了。要跳吗？这边是要用跳的还是搭缆车？用跳的也可以，搭缆车也可以啊。啊，因为缆车应该是多，我记得多人连线好像不能开了。哦，对啊，我下来啊。稳住！感觉你在抖，然后停屋顶，哦，要停屋顶。安全落地哦，这是今天最稳的一次啊！干嘛这样讲？我觉得大家一定会被砍死，是不是？哎，居然没有！啊，大缆车啦！缆车时间。那这边有那个外星人图腾吗？外星人看过吗？这边。这里，你看过吗？哦，哎呦！哎，你来，你这边摆个姿势，我帮你拍。对，好 ，OK， 来。摆个帅点姿势啊！等一下，哇！太近了，我移动一下。还有猴子要跟我一起拍。好来，让你见识我的男人的 man power。你的脸整个被挡住了，扭！哎、欸，妹子挡路啊！啊，走，跳伞。要过吗？来啊！这里哦！呜，好酷哦！这是要一去不回了吗？干嘛，阿妈，走了。好，走。呜呼呜啊！最好可以直接摔死啊！你怎么直接摔死啊？我被观众给推下去，太弱了吧？你有跳成功吗？你在哪一副？我在。谁来救我？不行，我一定要再挑战，再跳一次。OP Channel 已经摔死了。也是摔死，摔在山路中央。谁过来载我一下？我在很努力、很辛苦的往上爬。快载我！这山路感觉好高、哦。哎，我快到了。哎，我回来啦！我真回不去了啦！救我！救我！海德哥，救我！Yes！ 哦！跳了吗？你跳了吗？还没。我想说等你一些。好，等我。太痛苦了，爱爬山。这里到底在干嘛？我到，我回来。这里好危险哦！这一失足又千古恨啊！直接停上面是不是？我要躲在后面，免得被人家撞到。哇塞，还好我刚刚没有在前面。
我目睹了你的死亡。这很烦的。我把你推下去。下去吧你。各种翻车。下去吧，下去吧，呜呼，呜呼。哎哎哎，呜啊呜啊，我直接撞到墙壁，然后开始在翻滚，我站不起来，我站不起来。啊！死掉了！而且我看我的尸体还一直在摔，我好伤心哦！哎，这个超难的。你有跳上去吗？我跳失败了。来来，那个不会难，走上去就好了。有谁可以载一下啊？在这个山路中央，我要如何是好？啊！等你了，等你了，我等下直接跳下去了。哦，我先努力的爬上去。时机，我也需要时机。嗯。爬啊爬啊！哦，我看到有人。猴子是猴子，猴子，你没有车，你来陪我干嘛？你在陪我爬山的吗？走这边，这边感觉是捷径。哈哈，内裤哥被牵牵拖，我在被内裤哥害死。被牵拖。哦，这边可以爬吗？这边不行。我来测试一下，看那个 B 跳线路，看能不能 B 跳。哎，那超难跳的啊。哎，没有哎。跳跳跳跳！居然不行！嘿，嘿，哟，我回来了，来喽！哇，这每跳一次都要爬很长的山。有啊！这是讲，这直升机各种猛。这怎么地板在燃烧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地在烧？火在烧。有啊。在干嘛？就等一下会逼跳啊。逼跳。好，先躲在后面。你在那边撒汽油？问号。干嘛？你们两个人拿油桶。大哥，你要干嘛？居然没有火，为什么？像有些地方烧，像有些地方烧不起来啦。嗯，走啊走啊走啊！跑过去直接跳，跑过去直接跳。好，你们已经先跳死了，摔死。好，你先上，你先上。要冲，要冲喽！啊！拿起，拿起暗叉、哦！冲啊！冲啊！冲啊！暗叉，暗叉，暗叉，暗叉！哇、哦、，nice！ 晃晃晃晃！啊！冲啊！冲啊！拉一下，拉一下，可以，可以。有了，有了。我我撞到什么东西？我撞到什么东西？你在哪里？你又死掉了！我撞到前面的电线杆。太弱了吧！你过去了吗？我下去，我下去了、啊。你过去了？对啊。那我从山脉走下去了。哎、欸，那电线杆撞到我了、啊。什么是你撞他好不好？他又没动，我以为他有动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！啊！你还不是一样？啊！我从山上直接跳下去了，我不管了，我滚下去了。360大回旋，现在买只要290，还附赠你360圈哦。啊！太夸张了！你下来吧，你下来吧。我一直用死亡法跳下去这山脉。我去看那个能不能搭啦，因为他那个应该是可以搭。我在慢慢的往下。单机版可以搭，可是我不知道多人版能不能搭。感觉不太行。我要去山下了，我已经爬不上去了。各种前列腺刹车。啊！我要下去，没有人可以阻止我。满分十分。啊！跳啊！哇、啊！又GG了啊！
哎、欸，我快在山下了，我在山下那边泡泡咖啡等你们啊。好好，好凄惨哦，今天，今天我们几乎没办法什么活动哎、欸，一直死啊，中场就失败了吗？我靠，没有一次完美的活动，我哪有弄错方向？顺着山坡，不是顺着高压塔哦，不是顺着高压塔哦。哇，你顺着那个塔下来啊？人家说要顺着山坡才不会撞到。哎，我这个屁股好会滚，我要滚一下山坡。哎，还没有死哎，好猛哦！哎，还活着哎，哇，这样下山坡方便多了。会看我滚，等一下，我记得好像多人连线版本是不能打的啦。我记得没错的话，滚，呀嘿，我下来了，突然就可以打，果然没有。他连车厢都没有啊，所以没办法搭。我在铁轨这边，差不多了吧？10点多了。好，好了，各位观众，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先到这边喽。好，那感谢各位收看啊。今天感谢巧克力，他没有放鸟。哎呀，完全没放鸟啊，真男人啊！其他都放鸟放到已经都爆炸了，各种晃点。对啊，都各种放鸟，然后还有一个人从头到尾都没出现的、啊，是某个名字后面有两个丽丽那两个字的、啊。两个莉莉都没出现过啊，约了快半年啊。好了 ，OK 了，那先这样喽，感谢各位收看了，拜拜，晚安，拜拜，好了，哈哈，收台啦，好，我也关台啦，大家晚安，拜拜，好，那我先休息喽 ，OK， 对，拜啦，拜。哇，好了，今天差不多玩到这了。对啊，如果你们要订阅的话都没有关系，慢慢来，我们随时都可以 ，OK。好了，那么大家要休息喽。跟老皮玩好累啊，老皮要去准备行李了。还有明天，怎么了？一个大爆炸，吓死我 ！What's happened？ 还好吗？还好，好，没事。揍他！我揍他！这为什么我都不能揍的？掏出我的枪！我没有枪吗？好了，我要去休息了。大家早点休息啦，晚安，拜拜。